家好，我是彩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啦。今天呢是我特地请假，因为我要去 KL 的一个 cafe， 它叫 Fly Me Do Cafe。 它这个 cafe 呢在 Penang 有一间分行，然后最近在 KL 开了一间新的分行哦。然后上两个礼拜好像是 soft opening， 然后我就一直reserve 不到我的位置，然后这个礼拜我才 reserve 到，所以我就今天特地请假，为了去这个这个 cafe 哦。这个 cafe 呢是在 Regalia Service Apartment 里面，你们到这个 building 啊，你们转一圈就会看到第一个 parking， 第一个 parking 是要有 access card 才能进去的咯，然后你们再转多一下就会看到第二个 parking， 第二个 parking 是他选购的，就是 for 我们这种 visitor 的咯。出来哦，你们就搭一个 lift 到四楼，四楼你们会看到 Regalia Hotel， 然后你就跟那个 guard 讲你们要去这个 cafe 哦，然后他们就会给你搭一个 express lift。这 express lift 的话是需要 access card 的，所以你一定要跟那个 guard 讲你要去这个地方，你才能搭到那个 lift。我现在吃饱了要回啦。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叫 pesto 的，可是他讲 not available，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了，所以就叫了我还蛮喜欢的 sweet potato fries 哦，然后叫了一个 hot chocolate。它 chocolate 的那个甜度跟浓度是我喜欢的，刚刚好，不会太甜，不会太浓。然后它 sweet potato fries 也是很好吃啊。然后它的价钱呢其实是普通那种 rooftop 的那个 bar 或者 cafe 这样的价钱哦，而且好是好在哦，它那个 menu show 的价钱就是那个价钱了，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啦。它的环境呢就是分成 indoor 跟 outdoor， indoor 是有aircon 的， outdoor 是没有 aircon 的。然后如果 outdoor 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下午去的话会真的很热啊，虽然它有风扇可是还是真的很热。所以我这个cafe 的 video vlog 就到此为止啦，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啦，拜。